这一支呢，应该算是外援，韩国的朋友，韩国的朋友，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他们是五月天的同胞五月树，MayTree，来，掌声有请 MayTree。 非常厉害，刚才那首歌的名字叫做 Turn the beat around， 就是让我们身上充满节奏啊，对，这样意义就好了。特别火的一首Gloria Estefan 的一首歌，我们听到很多 acapella 是鼓，但是他们是 percussion， 就是冰冷冰冷，他们是做了这样的声音，很拉美的感觉，就特别特别棒。就是刚才那位嘛，在你身边这位，他老是在咚咚咚咚咚，对对，做了很多事情，对。那有没有可能请我们的 几位成员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唱在一起，我唱 vocal percussion。 我是 최수빈， 我唱 new going。我是 강수경， 我唱 new join。 남가윈 전성현。 我是全红鹤。
我唱难听。哎呀，他们自我介绍都。刚这个人家用中文呗，我问一下，我们是怎么组成的？第一个发起人，대학교때한국에제가이제인터넷에가장큰아카펠라동호회를만들었어요한국에서가장큰동호회에서그오디션을봐서가장잘하는사람이이렇게모여서현재까지프로페셔널생활을하고있습니다就是你有一种爱好，因为这种爱好，把它这个信息发散出去。招到同样有同样爱好的朋友，大家聚在一起，把这事情做好，唱在一起。有多少年了这支团队？예13년째지금활동하고있습니다13년了，哇！对，要告诉炯汉加油哦，13年了。You guys can speak Chinese? Yes. Yes. So can you sing Chinese song? 可以吗？ Yeah. 저희가이제중메이트리가중국에처음이번에방문을했어요그래서여기중국분들하고저희와의그런우정을쌓고싶어서这句话我听懂了吗？我也听懂了啊，你也听懂他说什么？我们啊，他说什么？说我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首中国的歌曲啊。去。名字叫做。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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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一起走。在他们登上台放开歌喉美妙的声音布满整个演播厅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成了我们的朋友、哎、欢迎朋友